干啥？你要吃呀？你是兔子呀？嗯，你啥都吃呀？嗯，是不是呀？这个也吃呀？这是藕哎，那你尝尝，好吃不？嗯，好吃吗？哇塞，藕你也吃呀？你真是一只不挑食的好宝宝哟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嗯，豆子儿，这个也吃呀？哎呦呦，还是喜欢吃嘞。生藕，我们也喜欢吃呀。哎呀，呱唧呱唧的，哎呀哎呀，哎呀，好吃呀！哎呀，哦，扒了个嘴，等会儿，好吃，看样子挺好吃，呀，喜欢吃呀。那再吃一块吧，那再吃一块吧。哦天哪，哎呀，大嫂啥都吃呢。哎呀，大嫂，大嫂啥都吃啊？嗯，好吃不？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呀。不能多吃啊，吃两颗就行了啊，不能多吃啊。嗯，哎呀，你是属兔子的，嗯，你是属兔子的，是不是？是属兔子的。欢欢和仔仔欢迎评论、转发、加关注。